来了。不小声了 OK。 就当宽松来穿了。那个嗨哥，你刚跟我说什么打开任务是吗？但是说如果说打开任务的话，是不是现在打开任务的话，是不是现在就要开始 PK 了吗？就那个嘉年华 PK 了。我看一下这一次的年度赛的规则，我还不是特别的搞得懂。成都恩静五十，还有一天截止。地区赛，晋级区。积分，积分制，还有就是发起 PK。这衣服不适合钓鱼，我也没打算穿这衣服去钓鱼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这个赛制的话，他有两个赛制。那个任务很少，积分不要打开。对，我不打开那个积分的任务，我准备开的是那个，我准备走那个通道，就是嘉年华 PK。好像那个嘉年华 PK 那个通道的话，积分要快一点，是不啊，家人们？最好打嘉年华 PK， 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啊。不过现在嘉年华在哪儿我都没看到哈，我还没看到。我们先唱会儿歌吧。要打九把 PK， 我知道，嗯。昨天晚上刚打完，先唱会儿歌吧啊，先缓一下，唱几首歌的，找熟人打，嗯，等一会儿打，他那个好像发起 PK 九场就开始打了，我们先唱到八点半，唱会儿歌，等我嗓子开一下，啊，我们也等看看，再看一下情况吧，看一下情况啊，老铁们，家人们。打开就是嘉年华比赛，要跟对面商量好，让你赢就行。嗯，理发了，理发了。哦，你们是说那个 PK 要连 P 九场，然后是都是要必须要赢，是不是啊？必须要赢，然后这个积分才能够算上去。那其中如果输了一把就会减分，减那个积分，对吧？是的。那我如果去找那个，就是你们让我去找熟人，找熟人的话，怎么说？这熟人要让着我们吗？跟他商量。声音好小声，怎么会啊？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小声吗，家人们？声音小声吗？今天怎么回事呢？哪没调对吗？我这是。我再问一下啊。他双二双不用让，找红的。还可以，不小不小。好，那我唱两首歌吧，唱会儿歌，然后我现在关键是我也没条件啊，我现在去打 PK， 打那个嘉年华 PK， 我也没条件，家人们。我现在唱歌啊，唱一首什么呢？唱一首红颜知己，还有呢明月夜。嗯，谢谢许梅啊，声音没有问题。好的，
别人让你，你再让别人。一会儿来踏歌了再打。你这句话才是重点哈、啊、你这句话才是重点。去 PK 要找托小阿峰。哦，好嘞，知道了，家人们，来，我先唱两首歌放松一下。来一首《明月夜》吧，来一首《明月夜》。身边，明明是一场空，在梦里风
谢。谢谢我们王者荣耀，感谢王者荣耀哥，谢谢。嗯，谢谢家人们老铁们，感谢大家送的礼物，送来的礼物一心无用了哈。哎，家人们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等一会儿我们出去那个，就是我们的那个嘉年华 PK 啊，就去那个积分那个，如果第一把就没有完成，就不是第一把，如果就是输了的话，那会怎么样啊？就没有积分是吗？是这样子的吗？万一咱们第一把就出师不利呢？输赢都是有积分。哎，不是，今天晚上，和对方商量一下，和对方商量一下。哦，哎呀，但是这个对方我不知道，人家会不会让啊？哎，今天晚上的赛折规则是怎么样？就是说连 P 九把，然后九把 PK 咱赢了过后，就进入了四川的前五十名，是吗？今天晚上就是进四川的地区赛的前五十名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这个意思不？是的，啊，又是这样，又是这样，一关一关的打，开打吧，开打吧，哎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的，再唱首歌吧，再唱首歌，我还没有准备了，还没什么准备啊，不是，还是要看积分，和对方商量一下，来，再唱首歌，我们就出去开打了，就开整了。等会儿我找一个主播跟他商量一下，看人家能不能让我。等不及了，看积分是多少排名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知道了。一共是九把，然后我看了那下那个规则，好像是第三把、第五把、第七把、第九把，然后如果这第三、三、五、七、九赢了的话，我们就那个积分就会翻倍。嗯。应该是这样子啊，我今天还是看了一下那个规则。嗯，再唱会儿吧，再唱会儿歌，来一首《提笔忘情》。纸上的泪肉，谢谢你曾带给我的感动。你望着窗外闪烁的路灯，有太多的话哽出喉咙。提起笔，心情就变得沉重。原谅我没能陪你走完最后的旅程，我也渴望有人哄，有人宠，把我紧紧的。吹风去看天边那道最美的彩虹，多么希望有人疼，有人懂，把我轻轻地捧在掌心之中，一起看大海，看星空，把我重新拼起破碎的梦。窗外闪烁的路灯，有太多的话哽出喉咙。提起笔，心情就变得沉重。原谅我没能陪你走完最后的旅
也渴望有人哄，有人宠，把我紧紧地揽入怀抱深重，一起聊聊天，吹吹风，去看天边那道最美的彩虹。多么希望有人疼，有人懂，把我轻轻地捧在掌心之中，一起看大海，看星空，把我重新平息破碎你的梦。我也渴望有人哄，有人宠，把我紧紧地揽入怀抱之中，陪我聊聊天，吹吹风，去看天边那道最美的彩虹。多么希望有人疼，有人懂，把我轻轻地捧在掌心之中，一起看大海，看星空，把我重新平息破碎的梦。我这两天没有直播，我这个设备被我家猫给我抓了一下，攀在地上去了。现在有声音了啊，现在应该有声音了，有了吧？有了，有了。好，那我们出去开始那个晋级赛吧，好吧？我看一下，发起 PK， 等一下怎么弄啊？这个。找一个啊，对方进行任务中。Hello， 蓝曼。Hello， 涵涵。你要来找我扛分吗？扛票吗？哎，不是，那个你也是在打这个晋级赛吧？在打比赛是不是？嗯。哦，他们说我现在是第一把，然后他们说就是说，就商量一下嘛，看能不能跟你商量一下，然后这一把让我赢，然后等一会儿不是要他要打九场吗？不是要打九场吗？然后你说我，你知道我多么倒霉吗？我刚打完第八场了，我准备不是打第八场了，准备要九连胜了，我卡了，然后闪退不是退了，就是我这边挂麦了，然后我输了，八连胜断了。天啊，这么坑呢？对呀、啊，就突然就卡了，那是怎么官方的问题是吧？官方的问题，那个谁到了卡了一下，那你就减分了是不是？减分了？不减分，不减分，连胜中断了，就前面白打了，就重头，因为九连胜有一个翻倍嘛，他不让你翻倍了，就一切从头开始。那你要又从第一把面对现实哥，我现在是第十八名，天津地第十八名。那就是说九场 PK 都必须要赢，这样下去才可以是吗？让其中输一把要从头来。对，对，你得跟对方说好了。嗯。哦，那行，那等会儿你得把找闲着的，对，咱找闲着，就找闲着的人。然后你那边得要破5000分，然后我这边要破100票，然后那现在是怎么的、那个、什么？现在就是说这把你那边方便让我吗？就还是说怎么不太可以让我？行啊，可以啊，可以，你上呗，你有票的话你上就行。我反正已经连胜已经没了。当然我的票可能。哎呦，真是。好，谢谢涵涵。那等会儿等会儿你需要我的时候你找我，然后我这边也这样子，好吗？嗯嗯，行。那我们来，行，来吧。是现在就开始了是吧？就现在就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嗯，
你只要破5000分，我这边给你挂了就行了。啊，这样。同一个人一天只能8把，所以你再打过去就不行的。开始了，还有2分钟的时间。开始了。嗯，不不，你现在上有票上就行，然后我这边挂了，给你挂了，就立马这个分就到了，不用说是熬5分钟，什么时候上满5000，什么时候挂就行。行，你那边凑一个5000票，嗯。来，家人们，我们来凑一下5000票，凑一凑。大师兄过去了，咱们这边破个百呀。有点难呢，1000票都有点难呢。防死五千，五千。你快拉拉票，拉拉票。来，家人们，我们小花小草的众筹一下，我们先第一把，现在晋级赛啊，晋级赛，我们破一下。晋级就可以了，关键是明天晚上进前50以内就可以了。我们什么六走走六六六吧，家人们，我们走走六六六，感谢感谢。那我先要不要闭麦？我先闭麦吧。我去，成都停歌都11万了，我的天哪！你那个赛区真厉害啊，成都赛区很厉害。感谢感谢，家人们，我们走走六六六啊，我们走走六六六，第一把第一把第一把，哎呀，这个是有点尴尬呀。不是不是走那个数字666啊，我们有那个礼物666可以走一走。谢谢用户哥，差一点点啊。韩寒，你就是白就一直在这儿等着我呀。对呀、啊、马上还差一点点啊。你凑一个5000我挂就行了。嗯，感谢用户765，谢谢谢谢。等会儿你找我就行了，你找我就行啊。好好好、嗯、行。感谢感谢，浙江赛区更厉害是吗？我们凑齐五。天津赛区很垃圾的，所以我想弄个天津一姐。天津赛区特别低，第一才。我们马上凑齐5000，马上凑齐5000。你们家再来一个掌声明珠就行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那我这边给你挂啊。嗯，谢谢谢谢，感谢92班，谢谢感谢广东哥，广东陈哥。谢谢家人们到了，哎呀，大家快点加油，加油了，加油了，嗯，感谢感谢，谢谢我们用户765啊，感谢，然后谢谢广东陈哥，谢谢92班，感谢大家的小花小草。哎呀，我还有点不太明白，那咱们是一连胜了是吧？还差8把，万万这次积分57分，再连，那再有可以。那继续又连了是吧？第三把有3倍的加成哟，广东陈哥你挺会玩儿。对对对，第三把有，你继续连韩寒，可以继续连他吗？可以继续连他吗？可以继续连同一个人吗？连韩寒打8把，算了吧，等会韩寒得疯了。我才帮韩寒打，可以的，可以，主要是可以连8次上他车，不是又找他连啊，又找他连的话，人家又这么等着我吗？他能帮你扛。哎，我请问一下，第二把我们要达到多少分啊？不要了，行了，要不就第二行。找二双，但是二双他们没有打那个，他们没有打那个 PK 嘉年华 PK。没有参与这个啊，我来看一下别的呢，找一个来。当当当当当当当。整个的几个天下。我看一下的。我看一下前下能不能帮我一下。对面最少要100分。
就是我们找的别的主播，他们没有，他们不是打那个没有参加比赛的，我们也可以找，就随机找主播都可以吗？家人们，还是说必须说也是参与了这个比赛的主播才能找？就随便主播都可以吗？任务完成了才可以的。对呀，要参与的才可以啊，他们有些没有参与。我找一下红豆了，看他会不会接啊。想要滑 PK。第几把了，红豆？我那个啥，我昨天就打完了。哎呦，太，昨天打完。昨天打完，不是啊，但我今天也要打哟。你家多上点票，我跟你说。可不可以这么的？就是我不是要连续9连胜吗？然后我现在这一把你让我，等一会儿你那把我也让你，就是说我也不打那种，可以吗？那这就很轻松。行行行，你家能大概能上多少票吧？我们家就少上点呗。就是我们保底5000嘛，保底5000。啊，5000呢？啊，那行，那咱家就少上点，没事，没关系，可以可以。好好好，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啊，可以，没那等会儿你找我就行啊，红豆。是啊，就是我这边也得上5000票啊。啊，我知道了。那肯定能上去的。来吧来吧。好，那就啊，我挂可以，没问题，是不是？我挂，今天我挂没事吧？嗯，对对对。啊，不是，我不连胜，我昨天不是打完了吗？我还会掉星吗？我今天。你现在这个 PK 只要是嘉年华，谁挂谁就输，挂输了以后就属于掉段。啊，掉段呢？那我们就这把呗，这把就得了呗。好，可以。嗯、啊，这把嘛，来吧，来，好，就不挂没关系的啊。行，就打吧，你家上票吧。好，好的，好的。来，家人们，我们来666众筹一下啊！哎，我还是第二局，还掉段呢，掉段不知道。我们也要凑齐5000票啊！第二局，来吧，咱们那个。不挂麦啊，但是咱们就是稍稍上点票，他们家应该是5万票吧，应该是5万票。谢谢我岳飞。哎，我是感谢我们6975哥，谢谢。胜败。谢我695。我们要破5000。但是应该我们输了也有积分吧？我输了也有积分。谢谢用户765哥，谢谢星空之神，感谢星空之神，谢谢何春。哎，是不是这样就好了呀？是不是这样就好了？有5000票就够了，超过5000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可以挂了，叫对面可以挂了。哦，好。Hello。他没有听，他闭麦了，他闭麦了。嗨，谢谢，感谢我695，谢谢。他红豆对面说了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那是不是要把这来？我们那个上够5000票，我们得上够5000票。他们也要上。来，我们再加油啊！上够5000票。没人敢试挂，没人都不能挂，哦，都不能挂。看了别人不会掉是吗？好，行，我们试试吧，没关系啊，我们也这把就是，我们都答应了，我们就帮帮玩玩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会儿掉了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就是就长经验了嘛。感谢感谢，谢谢我们的单身情歌。我们有666的，家人们走走666啊，你得打5万，5000吧。是让我挂麦吗？没有吧。对，我们有票的啊，咱们有嘉年华礼物的，咱们也往上上一上。嘉年华礼物的也往上上一上啊。我们走那个嘉年华的礼物啊，嘉年华的礼物。谢
是，感谢杨哥。大哥进来上大票。来，家人们，我们走一走啊！我们好，应该什么礼物都可以上啊，只要是他这个五千，我现在是三千吗？我这不是才三千票吗？那门槛得到五千票哎！要上五千票，五千票，来，家人们，我们再冲冲，冲到五千票！感谢我们蓝归七方。那还有十秒钟，来，我们上钩了。把这个五千票，现在我们是四千票啊。但是上面写的门槛是五千票哦，感谢我童心哥。没，行了行了，别上了别上了别上了，别上了别上了。行了，够了够了，别上了，家人们，别上了别上了。啊，谢谢征服哥，谢谢征服。这不也输了也有，只是我们的积分是一半儿。啊啊，如果赢了的话，七百我们会得七十积分。啊啊，但输了就是七十的一半儿。他那这是负分啊，负分，我们149积分。哎呀，吓死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说他这，因为他这个有个门槛，他门槛写的是五千票。如果、哎、你得上个五千票才能折半，要输了的话才能折半。如果你不上个五千票，就是一分没有。九十二分啊，这个意思啊。现在我们是149、啊。明白了，也加分了。得92分，可以。行。哎，红豆。哎，我开了，你那边怎么样啊？现在是积上去了还是减了呀？我就我输了的话，就是积分只有一半。哦哦哦，对，明白，嗯，对对对。那你等会儿要打的话，你就找我，我这边给你弄啊。啊，那你不得打完九局吗？你不得打完九连胜吗？哦哦，我要打完哈，打完才可以。对呀，你对呀，你打完，要不然你就掉了呀。哦，不行的。啊，好，那你等我打完啊。你等我。哦哦，行行行，好，那这我挂行了吗？行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啊，祝你成功啊，你也成功，加油加油，嗯，哇，厉害，二连胜了，家人们啊，我们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近了。哎呀，我去，可以再打两局。感谢我们亲爱的家人们啊，谢谢王者征服，谢谢亚历坤，感谢何春，谢谢网上通缉犯，感谢九二班，谢谢六哥，谢谢。第三局是加成，哎呦，第三局是加成的，这局要加倍了。好，那我们找吧，找个扛票了，什么高？可以找一个人打八局。哎，找一个人打。天下还有两把啊，哦，怪不得他拒绝我了。找姚大和大双二双，他们没有，他们不是那个没有参加这个比赛，要必须要参加这个比赛的才可以。嗯，噔噔噔，
我找了好几个都拒绝了，我找了那个辛晓晓，辛晓晓估计他也不行吧。彤彤和小傲风找自己补脸吧，一次性打完。看一下这个呢，再找。Hello， 你好，严轩，严轩，哎。我这个然后正在打了一个九连胜嘛，然后这一把我看你能不能帮我一下，就是说让我一下我第三把，然后等会儿你需要的时候你找我，然后我也就这样子让着你看可以吗？没事。你现在打了几把了严轩？啊，你现在是第几把了？那个九连胜我打完了。你打完了啊？全部打完了吗？嗯，是的。那是晋级了吗？是已经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来吧，没事的。好，谢谢啊，我这第三把加成。好。哎，你那个打到多少分？我一打到5000分吧，是吧，老铁们？是不是5000分就可以了？是吧？5000分我挂了就完事了，是这意思不？嗯，对对对，是的。来吧，你瞄我啊。好，就这一次就可以了。多啊，就一次可以了啊！现在就开始了，现在就开始了啊！来吧，来吧，好，来吧，咱家不要上票家人们啊！好，对面到我卖吧，好，我一挂好了啊！好嘞，家人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让我一直找他那个帮我扛票，但是人家都打完了，然后也不需要我帮他做什么了呀。他要打100分，他要上100分，对面得上100分才行。不能让他这样帮严轩，就是他已经比我卖了，家人们，你们过去跟他说一下吧，好吧，跟他说一下，让他家也要上到100分，对面上到100票，跟他说一下，他挂我卖啊，他逼我卖了，他逼我卖了，你们过去跟他说一下，也要上到100分，好吧。然后我们家小花小草，我们家走一下那个嘉年华的礼物啊，嘉年华的那些礼物。我们666走一走啊，我们666走一走。哎，是不是我山哥来了吗？我山哥来了吗？我刚刚看到你们，谢谢启航，你这样人家一直等你。谢谢王者征服，哎，他家已经有100分了，谢谢我们征服哥，感谢人道愁城，感谢人道哥，谢谢928。这是我们第三把，家人们，第三把，这一把是加成，可以加成的，谢谢用户，感谢六哥，哎，他是不是可以挂了？谢谢亚历坤。我可以挂了吧？是可以挂了吧，家人们，可以挂了。啊，对对对，可以挂了。啊，我挂，你不能挂啊，我挂。哦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严轩。PK 连胜3场，可以，就找他玩。不是我这个，人家帮你一次就可以吗？我不好说，主要是我不好说。我们等会换别的也可以啊。老头还在这里陪你上楼下楼。再找严轩，人家都是这么玩的，是吗？我有点不好意思，哎，怎么办啊？他很好说话的，那我再找他试一下啊。再次和你一起后，不知为何你要抬高了头。你跟他刷点医药费。哎，我这是卡了吗？能听见吗？轩轩，严轩，我可不可以再找你，再找你打几把？没事，你就来就完了，没事，不要客气，没事的，来吧。你这么好，那必须的啊！好，谢谢。闭麦。好的。OK， 家人。打完，打到第几把呀？
打到第九把是不是？打到第八把，一直打完第九把的时候换人啊！来，家人们，我们走走，我们走一走啊！打到第八把，好，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我们大家还是走走，一起来，家人们，我们一起来，一人走一个六六六，好不好？一人走一个六六六，只能打到第八把，第九把的时候换人，明白？来，所有家人们啊，严轩真是个善良的主播，真是，真是啊，真是。必须满五千分吗？是的，六哥，必须满六千分，五千分。六哥，快来助我一臂之力！六哥，我们可以走一下熊猫贴贴啊，熊猫贴贴。第九把要十万分，嗯。谢谢回忆再美，感谢，感谢六哥，谢谢六哥，感谢六哥啊！我们还差一点点满了那个，谢谢波斯猫，感谢波斯猫，完 OK， 谢谢雄鹰天下，好，家人们可以，然后我们继续来啊，继续来，我还是找他。哎呀，严轩咋这么好呢？第五七九局，谢谢了，严轩。还差几次了？我现在第几次啊？第五次了，五六七八，就还好像还打在第八次就可以了。啊，来吧，没事。你到五千分还是七千分啊？现在五千分。啊，好嘞，来，闭麦吧，啊，我闭麦了。嗯。啊，接着说，家人们啊，家人们来，那个咱第。总算了，他会掉分的，一定要对方挂是吗？四连胜，现在是第五把了，家人们，第五把，我们还是要满足那个积分到五千分啊，就是我们的分到那个五千分，我们走走那个嘉年华的礼物啊，我们走走嘉年华的礼物。这一把我看这一把是那个加分的，加成，这一把是加成的，这一把有加成啊，家人们，我们如果有六六六，我们有那个有嘉年华更好啊。这一把我们有加成，有加成啊，所有的礼物都有加成，然后也会有加分。谢谢波斯猫，感谢雄鹰天下。一定要让对方挂，好，这一把又完了，可以了吧？他也满一百分了，他那边五连胜。继续，他仗义，你得换一个人了。谢谢。来吧，没事，你就和我一人整。嗯，整完整归拉倒。好，就你那，但是你那边要满足一百分，严轩。啊啊，我知道，一百分，你放心，我高低我能整上一百分啊。我闭麦了，家人们，帮严众筹一百分了，一百分。别换了，好。六七八，一二三，还要跟严轩打三把就可以了。谢谢启航的熊猫贴贴。来，家人们，我们走起来，我们走起来啊！众筹一下，感谢草原人。对，现在是第六把。
第六版啊，大家可以走一下熊猫贴贴啊。谢谢波斯猫，感谢波斯猫。谢谢六哥，感谢用户，谢谢我们波斯猫，感谢用户。好，第六把了，继续。把它断了，来吧。好，严轩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来，家人们，这是第七把了啊，这把打了，然后再跟严轩打一把就可以了。还有两把，对面的人真好，可不是呗？家人们给严轩也点点关注哈。然后我们家人们也那个，有我们一起大家来帮帮忙众筹一下啊，达到5000分，达到5000分，好吧？就是互相支持了，对。感谢波斯猫，谢谢波斯猫。我们大家走一下那个第七把，七把四倍，家人们一起来啊！众人拾柴火焰高，家人们一起来，一起来搭把手啊！这把翻倍高可以达到10000。我们走走666啊，走走666，感谢92班，谢谢。加油加油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幸运之巅。你让他5000分可以有7分。我们还有666吗？我们还有666吗？什么礼物都可以上啊，我们什么礼物都可以上。感谢波斯猫，谢谢波斯猫，7连胜。好，最后一把，感谢了严轩，最后一把了，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了，没事啊，最后一把，感谢，来，家人们，感谢六哥，谢谢六哥，啊，这不是第八把了吗？这把是第八把呀，感谢波斯猫，谢谢波斯猫。这是第七啊，没事，家人们啊，好嘞，拜拜，严轩，严轩，走了，走了，严轩，没事，哎，还有一把，这是什么？这还有一个，还有一把是吗？我还得找他一下，我还得找他一下，怎么看的？我这是，我赶紧，我再找一下严轩。啊，最后一把了，这回才是最后一把呀，我最后一把了，对，那我现在是怎么的，我现在是该换人了，还有没一把呀，是不是第九把我该换人了，哎，啊没事没事，严轩，那个，那最后一把吧，你陪我再最后打一把吗？啊、行，没事没事，好，谢谢，好啊，闭麦啊，没事，好嘞，我这上面是出现的8连胜呢，8连胜是什么意思呀？这是第八把还是第九把呀？小虎现在是在打比赛啊，在打比赛。这是最后一把了吗？
这把要上到10万分。开始没变，这是第九把，这一把要上到10万分是吗？这一把要上到10万分，10万分，3万分了，3万分。先生我懂，感谢我懂，感谢我懂。我们还差，如果是10万分的话，还差1、2、3，还差3个嘉年华。继续，哎哎，他挂了，怎么他挂了呢？哎，不能挂，不能挂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刚刚那把我以为是第八把呢，换人继续白打呢，我看没有打吧。嗯，我看一下啊。那我现在是干嘛呀，老铁们？我现在就是现在是干嘛呀？这个呀？那我现在是要该怎么样啊？不是波斯猫，我刚刚搞错了，我以为那个是第八把，所以我就又找了他。我刚刚以为跟那个严轩那个是，我以为是才第八把，结果是第九把了。啊，不怪严轩啊，不怪严轩，清零了，今天还可以打，今天还可以打吗？还可以再打吗？今天还可以重新来吗？到11点可以打，那我们就来吧。我试一下啊，可以再打一次。万万大笨溜，主要是刚刚他显示那个八连胜，我以为那是第八把，知道吗？结果连过去，你家那个直接就是第九把了。刚刚到家，谢谢东东，感谢。嗯，看一下，都八连胜了，怎么还会是八把啊？哎，我刚刚也是被误导了，被误导了一下，怎么规则没有搞清楚了啊？对对对，没有关系吧，没有关系，八连胜就是第八把了，你下次要记好。
来吧来吧，最后的票越多越好。九次得换人，好，我知道了，家人们，我知道，我刚刚是自己把那个第八把，啊，误认为那个是第九把，误认为是第八把了。我现在再找人试一下啊。可以重新九局，看着都着急。但是现在没人接我的麦了。关键是他们好像都是在那个比赛中。接个麦。Hello， 亲爱的樊颖。哎，亲爱的我们的蓝万小姐，好久不见呀。是这样的，你应该是九把都过了是吧？是什么什么九把的？就是那个九连胜嘛。我好像一连胜，七连胜。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，可以吗？就是我要找你连麦八次，然后我这边达到5000分，然后你那边达到100分就可以，然后你就跟我挂了。然后我需要一个八连胜。就是让你赢就对了。对，但是你那边要满足100分，然后你这边看到我只要达到了五千分。我100分是啥？100票吗？对。对，100票就可以。然后我这边是达到5000票，只要你看我超过5000票了，你就挂了。然后我又连你，然后我就8次就可以了。这样会不会我这边有什么影响吗？你这边大家都在问，你这边没有影响吧？有没有影响，家人们？你那边就是积分，积分的话，他那边是什么？掉积分啊？不会有影响，他们说你不会有影响。咱这样呗，咱就、啊、我家没什么条件，咱就。他们说没有影响，没有任何影响。我这边很快很快达到，就8次就可以。他们都说会有。会有吗？但我这边说都没有呢。会有影响？不会有。哎呀，我可以，但是他们，家人们行吗？你也有积分，你也有积分。嗯，我对这个不太懂，他家行吧，就这样吧啊，这个我说了也。然后你下次要打的时候，然后前8次要连胜，你也找我就找我就行了，我给你弄。你几次了？9次了是吧？差一次。我现在需要8次，我需要连8次，跟你连8次。你需要8次？嗯。连8次，这是第几次？我是第一个。嗯，就是第一个。我给你连八次麦，然后你看我这边达到5000分，然后你那边有100分，然后你就给我挂了，然后我连续给你打。这样，我挂了，对我挂了，肯定是我就是输了呗。嗯。哦，那行吧，行吧，行吧。你这样子，嗯，他们说另外一个主播已经打满了，我去找他，因为我怕也影响你，好不好？嗯，我可以，因为我看到公屏全满屏都说这个有影响，有影响，哦，我也没底儿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我去找那个，他也打完了，然后你看他没有影响，啊，好，那你打啊，行，那不好意思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好，谢谢啊，啊，那下次玩啊，OK， 祝你成功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一把。这一把我可以挂吗，家人们？这一把是已经开始了吗？好像这开都没有回头箭，是不是？那你这一把让我一下，可不可以？这样呗，你咱就自然打就行了呗，我也没啥条件啊。哎，我天，我第一把，那打吧，来吧，来吧。我第二把。好，来吧，来吧，来，啊，来一把。来，还有2分钟时间，赶紧的闭麦。来啊，来来来吧。2分钟时间，家人们，我们来吧。但是我们要达到5000票啊，这一把，我们要不能挂麦，这一把也不能挂了。没影响，都是这样玩的。可能他反应不太懂啊。这已经都，你已经都九连胜了。
波斯猫，我现在是重新开始了，我现在是重新开始了，然后我们要满足5000啊，我们要满足5000分。哦，你要输一次才可以是吗？你要输一次才可以，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规则？我都输一把才可以重新开始哦，是吗？啊，行行行行，可以。今天显示我家人们到了手，那我们这一把都补上吧，是吧？我们这一把就补上啊、嗯，不用输的，到底是怎么样子啊？感谢欢迎，谢谢。你现在是9连胜，哦，他家好猛啊！这是要跟他打啥呀？嗯，必须上，要上也打不过了，现在打不过啊。谢谢龙大帅，哎呀，不想你挂就行。那我这个是自己要关了是吧？啊，感谢妹，感谢大雨，感谢艾琳姐，感谢女音乐，感谢三六七姐姐，感谢冰儿，感谢夏家三千进，掉网了，掉声卡了吧？感谢大家。Hello， 那就是我挂了，我撤了。这就失败了，是也、啊、是吧？对对对，我就失败了，嗯。第一次失败了，那我重新来，再接再厉吧。嗯，我重新来就行。你这行，你这声卡掉了是吧？行。对，声卡掉了。嗯，我先弄一下，你弄啊，我撤了啊。好了好了好了啊，嗯。好，拜拜，加油，拜拜嗯嗯，拜拜拜拜，嗯。啊，来，大帅，我在打那个 PK， 我在打那个晋级赛，嗯，晋级赛。Hello， 万万，我刚刚准备连你的，你在连麦吗？没关系，形象，你是不是刚刚也在打了一个9连胜的？对，我最后一连了，我不能接你的，不然我就啊，对对对，啊、我过了过了，不然的话我就断了。那现在就是直接晋级了呗，哈？不是啊，不是还有明天吗？哦，好，我就是可能要找你帮我一下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那我是不是前八把，然后我都找对，然后最后一把我找别人。你这样，你，我觉得你要是最后一把，你得找一个人商量好，不然你最后一把是积分最多的，你就要重新来了。嗯，我可以这样，我们这一把你先赢我，然后你等一会儿找一个人你去打，把他打赢了，你在最后的剩下的那八把找我找。我们一个人只能连八把，不然第九把你万一没找对人，人家把你给那我可以跟你连个4-5把嘛，然后我再去找别人，然后最后一把找你。行，也可以，可以，好，也可以。好，感谢你们上吧，没事。我知道你刚刚连我是想找我帮忙，但是我正好自己也在打，所以我挂了你几次。好，没事没事、嗯，那我就先开始。我们破个100，嗯，我们破个100，然后你破5000就行了。嗯、你是那个心玉的段位吗？是的，你破每一把破5000，直接我把你挂了就好了。好的好嘞，嗯，家人们，我们你比我慢，你玩你的，嗯，好，你们可以上快一点。你们家人可以上快一点，这样我们速度会快一点。好，好嘞，直接上5000，我挂你就好了，不用等 PK 结束。OK， 好。嗯这边声卡掉了，来家人们，我们众筹一下啊，众筹一下，然后我们的票上到5000分就可以了，上到5000分啊，加油，我们走走666，感谢星辰，家人们，我们走起来啊，我们走起来，走起来。我这边是不是手机有点卡了？继续5000分。谢谢大帅，感谢大帅，谢谢。
欢迎，不是的，不是的啊，你听我的就行了。好了，然后对面还不到一百分，对面要到一百分才可以让浅笑挂，浅笑他要到一百分才可以。我们家人们可以去浅笑那儿啊、他也可以了。OK， 第二把，等一会儿，好的。过去，我好像连不了你，只能你连我了。对，我连你，我连你。嗯、好，家人们还是一样的啊。然后现在是第二，嗯，我们要满九次啊，九次连胜的一个 PK， 然后前八次我们的分要至少要达到五千分以上。现在我们是第二次啊，现在是第二次。谢谢幻影，现在是第二连麦啊，慢一点，不然又白开了。谢谢星辰，感谢我们小虎，谢谢小虎，感谢感谢。什么礼物都可以，对，是的，什么礼物都可以上啊，家们，我们小小星星、小热气球、小墨镜都可以啊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还差一点点，五千分。感谢幻影，谢谢凡士林啊，感谢草原人。OK， 第三把。好。如果今生做不了你的唯一，下面我们可以速要他连，要他挂。不用不用，我连也可以，我连也可以啊。来，家人们，我们速度一下，我们大家一起来众筹一下啊，到五千分。感谢星辰，然后这是第三把，现在这第三把的话，我们是加那个积分是翻倍，积分是翻倍的，够了。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第刚刚这是第三把，三五七九把的时候，我们的积分是会翻倍，所以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多打一点，然后让它翻倍，好吧？就会，它主要是一个积分制。因为我们在帮别人的同时，其实别人也会在想要帮我们，其实这是一个双向的，双向的。现在是第四把，第四把了。感谢星辰，谢谢双的翻倍，继续五千。对，感谢大帅，谢谢我们幻影，感谢大帅，谢谢幻影，谢谢。来，家人们，我们一起来啊，我们一起来，差点，我们一起来六六六走起来，感谢大帅。来，我先开。哎呀，我挂了。你跟他说好，下次有翻倍。超过十万多加三千，加倍是十万票以上才有的。好，我们是第四次了。然后我等一会儿最后一把我再找前下，好吧，我们现在找别的人，我们先找别的人啊。你怎么回事，毛手毛脚？我也是边打边了解这个情况的。你看了次数，对，现在是第四次了。现在是第五次。
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声卡掉了，没有音乐。10万票以下没有加倍的。Hello， 老万，晚上好。哎呀，终于好了。怎么了？小峰，我那个。我这一把需要你帮我一下忙，就是我懂你的意思。你可以帮我两把吗？你也在打吗？你也在打吗？我没打这个。哦，我很快，就是你，我现在是在，我看我现在是，就是我要输嘛，输给你嘛，对吧？对，但是你要满足100分就可以，然后你看到我这边满了5000分以上，你就跟我挂了，自动挂了就行，可以吗？哦，你那边到5000分以上，然后我就直接给挂了就行了，是吧？对，然后我可能会再找你两三次就可以了。好，行，好，可以，感谢，嗯，没事，好的。啊，现在就你不要挂，现在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可以了，是吧？对，现在就可以。好，你可以闭我的麦，然后等。啊，哦，好，那我闭麦了。嗯，好。连四把就可以了，和他连四把就可以了，嗯。这个声卡怎么回事？坏了呢？放不起音乐了。打一声闲聊，打了几场。来，家人们，我们现在我们来一起来众筹一下上场票啊！万里好好指挥。我们要来，家人们，我们一起来众筹一下啊！我们走一下666。加油加油！第五把，这是第五把，357。剩三把，感谢大帅，谢谢。和他说一下打四把，他挂到了。第好，继续还是那样是吧？对，小峰。好。对。好。好的。嗯，闭麦了。好。来，家人继续再干，再好。现在这一把是第六把啊，家人们是第六把。感谢大帅，谢谢星辰。搞不明白啥意思，你听我指挥就行了，大帅，听我指挥就行。嗯，你又要做最后，这是第六把，家人们啊。感谢大帅，谢谢。好 ，OK， 可以。嗯，然后第七把的时候，家人们，第七把对面有什么要求吗？对面有没有要求？对面只要100分，然后我们多打就可以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第七把，然后现在我们要达到10万分，对吧？一次达到十万票。叫他不要挂，一样分就行。第七次打够10万，好，我明白了，嗯，明白。Hello， 小凤，这一把、啊、这一把我要打到10万分，你不要给我挂了。啊，好。啊，你不要，我打到10万分，你那方100分以上就可以。好啊，你不要挂啊。好，家人们，这一把我们可以冲刺到10万分吗？10万分的话，我们要可能要走一下嘉年华了。这一把的话，我们可能要走一下，他要5000分，打10万票是有3000分的。小虎，这是第七把啊，这把不用要，错了。
不是你们跟我说要10万票的吗？3倍可以。谢谢启航，最后一把10万。不是你们跟我说这一把要打到10万分的吗？还是5000？本场门槛有5000票，不需要，关键是最后一把。哦，哎呀，这一把我们只要打到5000就可以了，打到5000以上就可以，家人们，打到5000就可以。来，我们走一走，走一走。我都被整晕了，天哪，我都被整晕了。嗯，我们走一下那个，谢谢星辰，我们走走666，走走666。有点笨哈，我都有点，主要是有点糊涂搞的。这是第七把，我们打到5000分就可以。嗯，什么礼物都可以啊，什么礼物都可以。家人们，我们来走一走，先达到5000分。我们可以走一下这个小虎的最后一把，打100万，最好打上榜。你帮我打吗，猴哥？是你帮我打就，我就放心了，我就有信心了。谢谢小虎。我们走一下那个博物业吧，再走，我们再来一个博物业好不好？我们再走一个博物业，博物馆。感谢启航，谢谢六哥。家人们，我们哦，对面还没有到100分，可以了，应该可以挂了。感谢大英雄，谢谢。谢谢小红，啊，你可以挂，你可以挂，然后我等一下最后再连你一次就可以了，你挂了吧。啊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啊，好。好，再找小凤，我们再找一下他，最后一次，就是这次你过5000了，我还需要挂吗？嗯，过5000了，你满100分就挂了就可以了，对，就是这意思。然后你不用过10万票是吧？不用，不用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最后一次不能挂的，嗯，最后一次我等会儿不找小凤，我找别的人啊。猴哥，猴哥，你是要帮我吗？感谢幻影，谢谢幻影。第九次我们找那个，我们找那个浅夏。感谢星辰，哎，星辰，谢谢。我们再来一个博物馆，我们再走一个博物馆啊，家人们，有博物馆我们可以走走。最后一次打10分，最后一次有1.2倍。家人们，我们再走一个博物馆嘛？有没有博物馆的？我们走一走，不让小凤等太久了。谢谢小虎。哎，好像可以了，好像可以了。挂了啊。可以可以挂了吗？可以可以，谢谢小凤。好，你要打的时候你找我也行，你找我也行。好，哎，我没有打这个，我没打。啊，如果你要打的时候你就找我就行了。好好，嗯嗯，好，好，拜拜，谢谢小凤，拜拜，嗯，好。家人们，最后一把了，最后一把了。然后我们走过路过的大哥们，我们那个帮帮忙，帮帮忙，最后一把了。然后我们要达到10万票。我们要达到10万票。他们来了，我先接一下啊。浅夏，浅夏，最后一把我是要达到10万票是吗？以上，对，10万票以上，积分会变多，会更多。哦，那你呢？你那边呢？嗯，要怎么样？我不上，我们上个100票，随便上，我们随便上多少，我们不超过你就好了。哦。嗯，好，你来吧，我们这5分钟我等你连完，我给大家唱唱歌，你我闭你的麦，然后你把我的麦可以闭了。然后你他们说你拉拉票吧。10分钟嘞？没有啊，5分钟可以的。哦，
好的，嗯，好，我闭麦。在吗？我们上个100票就行了。这个卡限额了的换，关键收限额了吗？大帅，谢谢。你乱打的不懂，你乱打的你不懂，这不是第九把吗？还是76名，主要是我们前面那几把，我前面的8把的话，我们的分比较少，10万不够，进不了前50。看看吧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先达到10万票吧，好吧？我们路过的大哥们一起来帮忙搭把手，感谢我们的董东，谢谢，感谢董东。我们还有嘉年华吗？我们有华子的，有华子的，我们可以走走华子。感谢我董，谢谢我董的嘉年华。感谢我董的嘉年华，谢谢董董。5分钟之内要10万分。那场不是5000吗？感谢如梦，谢谢如梦。谢谢小虎，感谢我们小虎的嘉年华。越多越好。我们还有2分50秒的时间，越多越好。现在我们感谢哪个？怎么回事？我们要把时间打完。我们有华子的可以走走华子啊，家人们。感谢星辰，谢谢。感谢董董，谢谢，感谢星辰。不能挂，要打完。啊啊，是打完。谢谢星辰，谢谢。上对。对面票要上5000分。对面的票要上5000分，为什么呀？对面要上5000分。最后一把50万起步，8000积分。啊，是这样子吗？我们要去对面跟他上一下票，上到5000分吗？还得跟人家上医药费，上到5000分。对面要5000的音浪，哎，有了，他们对面有5000的音浪了，8000了，对面有八千了。到50万就不要，我去打了。哦，谢谢董董，你去的呀，谢谢谢谢。叫大哥上嘉年华，你上呀，猴哥，猴哥你上啊，搭把手嘛，搭把手，要么打10万，要么50万。关键时候他，我帮你点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大帅，没事，没关系。谢谢猴哥，感谢猴哥的嘉年华，感谢感谢。他们50万分，我先开上麦啊，稍等一下。谢谢你们家的 Steven 哥。哇，秦笑。哎，弯弯。谢谢谢谢你，谢谢。
谢谢谢谢，也是你们家的大哥。没有，他们说你最后一把你那边要满足5000分才可以。哦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不是满了吗？正好 Steven 大哥过来了，我不知道这个事情。哎，那哦，我懂了，就是那我懂了，就是最后一把应该没有，不需要吧？哦，好的好的，嗯，好。哎，那我现在38名，我是晋级了吗？不不不，你挂了，你一会儿会上去，你会上的更多，因为现在没挂麦，你现在还没有算上去，好像。哦。嗯。哦。你挂了之后就上去了。成都好像比较难打。好吧。不过我相信你的实力，你可以的。嗯，谢谢。加油加油，你也可以。好，相互帮忙。你下下下回要连我，我们可以相互连一下。好的好的。嗯，好，拜拜万万。好，拜拜。玩的开心，拜拜。我来挂吧。好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哦，现在感谢一下，我们现在是成都排名第38名，第38名，我不是进了前50了吗？为什么明天还要打呀？啊，请问一下老铁们，不是进了前50就可以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明天还要打呀？明天总的名字，别人也要上的，猴哥知道。明天不打，别人追上来了呀，到7号就结束。啊，我还以为我只要我现在进了就可以了，我，别人也在打。哦，是这样子的呀，我还以为现在就是那个定下来了，就落定了38名，明天还要继续啊。明白明白。那今天晚上是不是就可以不打了呀？你昨天少打了一天。天黑几遍要看明天再打。今天还可以打，我多少分了？我看一下我的是多少分了，1.8万积分，1.8万积分。看情况，今天你要是没事还可以再来一把。啊，我们现在也还可以再来是吗？可以再来。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再打9次。可以再来，也可以等着说明天来看一下排名，是吧？不可以了，9连胜了。猴哥比较清楚了一个规则，他说不可以了，就排名了。嗯，对，主要是第一场搞错了。7号20点之前，只要保持了前50名就可以了。嗯。哎，我再问一下啊，我问一下胡哥，胡哥是今天晚上就现在9连胜了，就是打不了了，是吧？我问一下胡哥呢，问一下胡哥，如果还可以打的话，我们就打。积不了分的话就只有说等明天再打了。我刚今天第一次给大侠打200万银了。哦，厉害厉害。
12点会再打。那我就明天再打吧，那我就明天再打，今天就这样子了。今天目前排名第38名还可以啊，啊，明天如果说掉出去了再打吧。明天也可以9连胜，猴哥明天来帮我一下呗，猴哥明天来帮我一下呗，我就明天来打了，今天就这样子了，啊，今天就这样子，然后谢谢我们，感谢我们董东啊，谢谢，然后谢谢我们小虎，感谢我猴哥，然后谢谢波斯猫，谢谢六哥，感谢幻影，谢谢星辰，谢谢如梦，感谢人道愁城，谢谢启航，谢谢回忆。每天必须9连胜吗？是的，我主要是我今天这个声卡好像掉了，我这样子吧，我重新开一下啊，我关播了，重新开一下，我关播一下啊，重新开。9把第1把10万音浪到8把。